那就蟹裙儿。多大白手啊？三十的白手。嗯，去到这个什么刀子馆。发现超出了碟片，碟片开不接的吗？还黑的啊，黑的碟片倒是用车又清洗碟片发现检查一下刀子锅里有没有杂东西，再话清洗一下发起用没有，这没有是吧？嗯没有。掉出来那是掉出来请啊，请洗这里边了。你记住拆的时候的顺序，找的时候看看怎么拆的，怎么找上去。两分钟了，好像碳化一定要放进去。哎，发现了，这个发现了模式啊，发现了装进去，要保证是流畅的，是吧？不能用卡顿，碟片放进去。啊，刀子管加不上。刀子管里一定要放碳化。谢谢，小曲儿放上。门口要紧。胶卷放上，这俩事都完成了是吧？嗯，好嘞，成功。